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梦想致一周新闻。2023台北国际白色野餐第九届台北国际白色野餐于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展开，露露野生活获得法国授权，承袭法国巴黎经典活动的精髓。今年活动以国际观光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白色野餐专属航班，与众不同的拉着白色登机箱，营造多样化的空间和场景布置。在国立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上举办的盛大嘉年华，汇聚了时尚、美食、环保和国际友谊，延续无痕美学的理念。现场更设置太阳能发电专区，实践永续概念。这次的活动将使国际视野见证台北城市之美，感受台湾独特的魅力。透过白色野餐，今年的焦点将聚焦于促进国际交流，让参与者在充满活力和艺术文化氛围中建立更深厚的跨文化连结。活动以独特的方式展现台湾的环境友善形象，向世界呈现一场充满创意和乐趣的盛会。限时两天，诚品生活南溪超时空市集。诚品生活南溪超时空圣诞市集12月9日起集合九大品牌，横跨时空，呈现各式玩具、漫画、手作等吸睛选品，惊奇登场。绝版漫画、罕见公仔独家现身，包含集结80年代超齐全美国漫画的漫坑，搜罗各式日本绝版哥吉拉的、买吉拉等经典老物品牌，同时融合复古及时下流行元素。绝版收藏及南溪5周年限量明信片也将稀有现身。2023岁末压轴，曼迪冬日动漫季星光站前聚焦登场。为迎接周年庆与耶诞节到来，曼迪冬日动漫季在星光3月站前店热闹登场。活动内有超人气小学生名侦探柯南、不败经典新世纪福音战士、年度讨论度最高孤独摇滚，更涵盖小朋友最爱面包超人、 Ceroton 海豹小白等周边商品。现场集结上千种周边，就是要让大家逛得开心，买到心满意足。以上是梦想致为您精选本次的一周新闻，后续也请准时锁定，下次见。